当人缩小1000倍之后，视野会不会不一样呢？在 IG 上拥有百万粉丝的摄影师田中打野的迷你作品，像是用西瓜打造的诺亚方舟，以及刷子做的稻田，让民众体验缩小1000倍看世界。你有想过这样看世界吗？面包变成新干线，还有等着上车的游客，西瓜、诺亚方舟、棕刷稻田上的迷你农夫，日本微型摄影师田中打野，把日常小物加上巧思，拍出会心一笑的作品。難しかったところはそうですね。まあでも一番はやっぱり発想、考えるところですかね。それをいかにこうなんだろう、説明なしで。写真だけで伝えれるかっていうのをまあこうすごくなんだろう工夫して考えてます。なので在平凡中创造惊奇，超过3000个微型人偶搭配周遭常见的物品，让民众感受实际大小比例的差距，更能产生共鸣。拿起相机猛拍，经典的那个炒饭冲浪啊，就是我特别喜欢那样。炒饭的那个弧度真的跟冲浪很像，可是没想到他可以真的把它做出来。田中打野在 IG 拥有百万粉丝，每天坚持发布自己的微型作品，至今已有2500多幅。这回来台中展览，更放大作品实景，让民众体验缩小1000倍看世界。